欢迎来到莅临2024百货府城，我是大有小的新鲜记者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英，大家好。那今天有很多的长官一起来跟我们记者会，首先呢，我们第一上名，我欢迎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市长好。那我们很多的游行团队呢，也在代表来到现场。首先，我们欢迎台南市私立南光高级中学校长，好，然后以及我们明月吴永涵，吴永涵的曾明月及方子贤公关，我们有请校长招呼。另外还有赤山表演艺术坊的吴希姿艺术总监，好，以及我们的台湾讲座武士队的四川锦鲤周家文顾问。真的是直接就装扮来的。另外还有我们的七宝男工俱乐部的代表徐玉娥代表，然后以及我们的鹿鸣台南许少瑞创办人刘振慈执行秘书。那另外还有我们每一年呢，我都真的是看自己呢在脸书上一公布就爆爆红爆满的郭富城、秃顶壮、盛世奇迹，欢迎大家。然后以及我们的喜荣轩大饭店品牌新招募郭嘉宾以及郭嘉宾经理及俊逸助理，还有我们的冠军神谷林玉慈团长，有刘志玉慈团长，还有是我们 SFC 街舞团的陶子老师以及素宇老师。今天邀请我们的主办人，我们一百货的总会处董事长为我们介绍今年的游行。市长、现场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今年参与我们游行，一直跟我们一直走的团队、各界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大家早安！早！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记者会。我们的大游行呢，主题是台南市百喜事团展。那我们团队呢，每一年是自主性的办活动，所以呢，大家一定知道今年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精彩。在这边呢，我也请代表我公司协作同事感谢市长的帮忙，感谢关于你的支持，谢谢。我要给市长一个掌声。10月7号了，欢迎各位一起来玩哦！祝我们大家呢，多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市长。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黄伟哲市长来为我们说一句话。真是市长，各位主持人非常的帮忙哦。谢谢，因为今年是台南市长，所以平常节省市长来开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纽约。每次来都在 NCE 的时候就会有大游戏，但是也感谢南许一百货在自己一直在发扬台南的文化的时候，我一定要能够一起建立和日式的传统。那所以说，我想大家一起能够让在台南市来的时候，让今年的一百货的这个游戏能够更强大。那我想，我们共同来期待，也期待10月7日我们的一百货的流大游行能够下去。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市长。明年的2月28之前呢，可以看到我们推出非常代表台南的卡西德亚，还有呢，我们有酸甜果干以及果珠的限定伴手礼。那慧姐今天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黄金闪耀卡西德亚的漱口包。饮料提袋非常的环保，而且很时尚。我们今年也把主题穿上生活，可以看到第一位是喜事，第二位是满载，完全朝天看身上闪亮的礼服和礼鞋都是自己做的，像裙逼哥啊、龙虾拼盘啊，还有我们南部在宴客的时候非常豪爽，是不是都是情侣整桶的？对对啊，我就直接放上去了，厉害吧？是不是再给他一个掌声跟鼓掌？好，看一下中间的镜头。好，看一下右边的镜头，右边的镜头。我先靠近他的手。
大游行，欢迎大家坐回来讲会呀、啊。